请问张无不在几层？我叫江彤，以后我们就是队友了。这边。行了，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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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
係啊。你别说啊，他们这个还真是标准的电视剧里的男女主相遇。按照电视剧的剧情发展，之后他们会经历误会、结梁子，然后相互讨厌。可是，这误会一旦解除了，他们就会互生情愫，两情相悦。